是我350，就是他350，我操他娘的！完了，干掉！啊，你把我鱼吃掉了没有？阿宝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二哥。今天这个鱼是从塘里面抓过来的啊，我看一下有还有没有活的，要死的我全部把它破掉，然后把盐腌一下，我送给我胖总跟我师傅，送给他们。我看一下啊，活的我就挑出来，这条是活的啊。那我吃草的鱼啊，金黄金黄的哦。哎，还有几条活的哦？哎，没，这条活的是吧？这几个没动过。嗯。这小的都死掉了，小东江。有个会吃蛇的，哦，那长骨，小心点，我来，我把那个特务，哎呀，会吃蛇，有刺，呀。这条啊，它永远都不会死，铁生的，你看，是不是刚才吃的不就是它吃的啊？就是它，它肯定我鱼就被它吃掉了。我靠，每年放250，250，哇靠，就是这个250把它吃了。滚！不是我是250，就是他是250，我操他娘的！把他干掉！啊，把我鱼吃掉了没有？阿宝，吃了。放了呀，吃了。叼起来吧。把他叼起来打。把他叼起来把他，吃他的汁。哎，那里还有个250，快，跑到我这看，杀！哎呦，啊，这个活的，哎，这个活的，哎，不是，这是你跳龙门的，看没有，这个是叫鲤鱼跳龙门，哎，金榜题门时，鲤鱼跳龙门了，还有350，他估计就，看他样子就叫350了，不是250，哎呀。那个250把我鱼吃掉了，它是350的。哎呦，它380。哦，好快。那个是鲤鱼是吧？啊，鲤鱼，就是以前就是鲤鱼跳龙门，别人年年都要买这种鱼，年年有鱼，年年有鱼啊。这条鱼把它吃掉，那鲤鱼也不要了，两条鱼啊。这条我塘里面就是估计跟你塘里面是不是还有？哎，师傅，把这条鱼拿走，这条250。刚刚逮上，我弄不了，放在这里养着我改天来吃吧，啊，养着，那活不活的神啊？活的神，这是个鱼，你家鱼塘的鱼全它吃掉了，全都在它吃掉了，而且现在只发现一条，里面估计有十几条这样的。等一下要去看一下，只是清理一下，要把这鱼塘重新清一下。专门吃小鱼的是吧？啊，他清理了这个鱼塘，把它兜底了之后，他再放250，好吧？可能下次就有750。先回去了啊！好，先回去了，你们帮我杀啊！好。那胡水蛮强的，怎么会吃鱼？这嘴巴还能吃？他比我的胡子还长嘞！你看，有牙齿了都。有牙齿啊？嗯，你看这。哎呀，这么长的牙齿，我的妈！难怪是这条鱼是250。你还在那里说杯子不是你吃的，不是你吃我的鱼的，我的鱼在哪吃的？还有他吃的好，还有140那些鱼吃了。哦，还有不是你全部吃了，他说还有别人也吃掉他了，吃了。哦，他估计比我吃的长。赶紧把你兄弟全部干掉，你全部吃我的鱼啊！好了，回去，等一下，查一下有多重。6斤有没有？7-8斤，最大的。这个有7-8斤吗？7-8斤。不相信我们称一下。有，我知道，都是开始拿去买鱼的时候买一条3-4斤，大概就这么大吧，差不多。一条草鱼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条大的。七条草鱼，这条还有条小的不算。我是把那个桶拿过来，去我把那个的打的您的，我给狗吃啊，狗也好。狗会吃您啊？会吃。猫狗都会吃，还差不多。狗也会吃。那个猫都不吃，那个猫好挑剔。猫比我还挑食，它吃饭比我还吃。哪里狗会吃鱼？你要那个大狗，它吃饭，它吃鱼就来了。
喵喵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老鼠没有。喵喵！它是没老鼠，它是老鼠。我刚刚那里有一只老鼠，它是又大的。喵喵！它就来了，那来看看，它比我还懒。老鼠不抓，吃鱼就算好。它钓鱼又钓不到鱼，每天到我厂里面逛来逛去的。拿这个吧，那鱼吗？什么东西啊？鱼的话还不行，太早了，行。先留点，一点点，不是很严重。像这种，它瘦嘛，瘦的一般应该是没有的。没办法，鱼太大了，鱼大了，你看，跟杀猪一样的。这个要不要打你啊？这个都要打。啊？那个姐妹们，这条鱼漂亮不？这么大，吃了二哥养的鱼。幸福之路在招手，夫妻恩爱到白头，到永久，到永久。好了没有？来了，我要这么摸鸡啊！哦，哎呀，我杀鱼杀了半天，然后这鱼杀好了，给我师傅送过去。好，这个什么时候的鱼啊？今天抓的鱼。哇，好。这个全部宰好了，宰好了，把那些肚皮翻起来的全部宰了，全部宰好了。给师傅送过去，给海哥送过去。好，海哥送过去。鱼也，我师傅说要加点盐，我盐也加好了啊。鱼也搞好了，搞了我一下午啊。这一次视频就拍到这里，下期见啊，耶！好，拿去给海哥，给我师傅啊。